男嘉宾，你刚才说你喜欢长头发的女孩，那我想问你，头发越长你就越喜欢吗？你先给他看看，来，你站。哇，是不是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了？1.93米，你越长呢？指数越成正比。嗯，有过。好，以前头发。好，因为这个事情。嗯，很矛盾。你这个癖好吧。我告诉你，只有第二个原因，他们如果太长也不方便，洗个澡6个钟头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十九，你怎么分出来的？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分辨，嗯，剃掉。这个要剃成你们这样的人，你肯定不能。他说他绝对不剪。你有多少年没剪？对，那你15年。我还没有男朋友。我觉得最有价值的问题。所以我就从这一点上，我就想到，其实一个人身上如果有特别突出的，不过如果你参加非诚勿扰，你一想啊。头发已经是他身体，我们问的这个问题，我们都问的是很傻的。他把头发剪，我的灯坏了，好像。不知道，只有问问你。来，我听一听，十八。觉得，也没什么吧，反正就是，看了觉得，有感觉的就挺好，没感觉的就，不喜欢。因为你们俩实在不知道，我们来看第一条评论。携手同路，美丽人生。我都不知道怎么过。懂，我也可以在水下待很久，这就很好了，我觉得。救生。我刚才来的时候有教。你们